我看见奥特曼躲到这个蛋里了。是吗，二弟？哎，这真是奥特曼的蛋呢。太好了，这回呀，咱俩让他出不来。哎，好好好，这回就没有人阻止咱们抓小朋友了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嘎嘎嘎。嗯，什么叫？大哥，你听不听着什么在叫啊？我也好像听见了。嘎嘎嘎。哎呀，真的？难道是蛋里发出来的？难道奥特曼变成小鸭子了？你打开我看看。大哥，我不敢。我命令你，快打开。行行行。哎呀妈呀，奥特曼呐，你可别打我呀，奥特曼呐，这个别打我呀。嗯，真的是小鸭子啊！太好了，大哥，奥特曼变成小鸭子了。他咋变成小鸭子了呢？啾咚！两个怪兽看好了，我奥特曼在这儿呢！哈哈。那么点的小蛋，我能钻进去吗？二弟，让你随便捡都。